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张老师。我们今天呢、哦，延续哈、哦、最近的这个话题哦，把十二生肖讲完。那因为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同学说：“老师啊，你没有讲到小龙，小龙的贵人方跟桃花位，我再补充一下哈、哦，补充一下，一分钟就好。” 如果你是属于小龙的人，属于小龙的人十二生肖小龙的人注意哦，小龙哦，小龙的人，你的贵人方在哪里？在东方，吉祥颜色是绿色。那如果你是小龙的男生，男的，男的，老师啊。 我是男的，又小龙哦。那我的桃花位在哪里？听好哦，你的桃花位在西方，你的吉祥颜色是金色、黄金的金金色。所以你在西方的地方哦，在西方你住的地方的西方，把西方弄干一点，弄干净一点，可以弄去买那个黄金的元宝，有没有回来摆，这个都对你不错。那如果你是女生呢？你是女生的话，我跟你讲，你的桃花位在北方，听好，在北方哦。 北方，你的吉祥颜色是黑色的，蓝色的也可以啦。看你这么虔人多给你讲个颜色，蓝色的也可以哦。那你这个黑色跟蓝色，你可以自己去调控。买一个那个黑人小娃娃，有没有摆在那里？好像那个巫毒的那个东西会来给你招桃花，不是古曼童，不是古曼丽哦，不要乱讲。好，在切入这个主题的时候，吼、哦，也有一个，也有一个，也有一个同学写了一封信，漏漏等。 我一般我是不回答人家写信的啦，哈啊，因为他写的信非常的长，肉肉等，你知道吗？讲到一些修行的问题，他在问老师一件事，我觉得非常好跟大家分享。他说：“老师啊，业力可不可以改？业力有没有业、啊？我们人都有业障。他说：业力可不可以改？有人说可以改，有人说不可以改。” 这两种说法都对。比如说，有人说你根本不晓得有钱人的痛苦，那老师是没有办法回答回答你这个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老师不是有钱人，我不是有钱人，我怎么回答你？业力能不能改？我从来没有改过我的业力，所以我也不能跟你讲业力可不可以改。就老师的感觉是这样啦。 你念不念经，做不做善事，本身跟你人生的轨道没有很大的正相关还是负相关？因为三昧水忏哦，三昧水忏已经跟你讲人生的因果报应，有现报，有生报，有后报，有没有？我以前不是跟你讲一个野狐狸的故事吗？百丈禅师不是有一次吗？有一次在那边说法，突然有一个老者在那里。 那那个大家都下堂了以后，他就问那个百丈禅师：“请问大师，请问大师，到底出家人有没有因果？然后出家人会不会落因果？你知道百丈禅师听到这个都是行话，百丈禅师就跟他讲：哦，这一位老先生啊，修行人不昧因果。” 不是不落因果，你看哦，不昧因果跟不落因果两码事。为什么老是讲这个例子？这个就跟业力可不可以改一样嘛？到底因果我们可不可以改他？它改不了。当年释迦牟尼佛跟他的那个最可爱的弟子叫阿难啊，最顽皮。老师啊，现在私下无人，你跟我讲啊。 到底老师，你有什么不会吗？老师，你会不会挖鼻孔？会不会掏耳朵？释迦牟尼佛当然说，我有事不会啊。第一个，我因果不能改；第二个，我妙法不可说，懂不懂？妙法不可说嘛。然后讲了很多的东西啊。然后智慧不可给。最后一个，不信不可度。你看，释迦牟尼佛第一件事是讲因果不可改。 人家释迦牟尼佛修行到那么佛的境界，都曾经接受到什么马麦之暴，还有金枪之痛啊？什么叫马麦之暴？有一次释迦牟尼佛去化缘啊，化不到饭吃啊，那他知道因缘因果来了，看到一个那个卖马的贩子，就跟释迦牟尼佛讲，他说：“哎，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食物？”释迦那个马贩子就跟他讲，那个饭是没有啦。 啊，那个畜生吃的要不要？你看，畜生吃的你要不要？释迦牟尼说好，就布施来了以后，然后请天上的天厨把这个饭煮一煮。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做马麦之报。那回到那个休息的七舍人的时候，阿难又在问了，好奇宝宝，老师啊，阿、啊、你是世尊呢、欸，你是世界上最尊贵的人，你怎么还在吃这种马？你怎么有马麦之报？ 哎呀，你唔知啊，其他人掂掂啦，你不知道、不懂事，不要乱讲。因为在五十节、五十节之前呐、啊，我是婆罗门教。那时候印度的正统宗教是婆罗门教，听好哦，不是佛教。佛教是新兴宗教。那时候有佛教在化人啊，他是婆罗门教说，哎、欸，你们不要东西给他吃，他们是异教徒。就这样讲了一句话，你看，马上有马麦之报。 然后再过来就是有一天呐、啊，释迦牟尼在化缘呐、啊，惊咯惊咯，天上的天人呐、啊，天兵在打架有没有？那后你好像天兵一样，有天上有天兵，天兵天将在打打架，那个金枪掉下来，把释迦牟尼的脚打了一打到受伤。释迦释迦牟尼，我回去起神休息的时候就讲在那弄，又是阿南在发问了。阿南又说：“老师啊，阿、啊、你这厉害，练到这种金刚不倒之身。” 怎么还有金枪之恶呢？之暴呢？一共，哎呀，你不懂啊！五十节的时候啊，老师在缝衣服啊，不小心那个针啊，刺了一下一只跳蚤的屁股，你那个洞就开了，然后洞起还有跳蚤没有死。那时候阿耐、啊、听说靠腰，这假的啦，只有戳了一个洞而已，就被那个枪那么大打到脚。阿、啊、耐以前是那个有钱人家的子女了哈。 吃喝玩乐什么都来，每天喝红酒啦、跳舞啦、听音乐都来乱搞，是然后戏啊，就啊，不休不修行就不行了。哦，这是讲一些笑话给你们听。所以业力可不可转，因果会不会落，这个都是有定数。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要太迷信，懂不懂？但知行好事，莫要问前程。虽然老师是靠命理分析在吃饭的，但是我一般不鼓励人家怪力乱神。 你要听听古代那个哲学家，古代那个伟人怎么对命理的看法，有没有尽信命不如无命？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要论命？姑妄言之啊，你们就姑且听之，有没有？出家人一定有因果，你不要认为你修行的很老，我不落因果。所以业力可不可转？我的答案就出来：出家人不是不是不落因果，是不灭因果。一个修行者跟普通人。 他在面对困境的时候看法不一样。听好，他会这样讲：“哎呀，这千年家的逆来顺受，顺来顺受。我常讲嘛，雁过长空嘛，风来逐面，对不对？物来则应，过气不留嘛。你看那个圣严法师不是常讲吗？面对他，接受他，处理他，然后呢，放下他，Let him go，让他走。好了，回到主题来讲讲这个鸡，肯塔基的鸡，老师啊。” 这只鸡到底农历的一月份怎么样？老师看一下，这一只鸡哈，在二零二零年走食神，有没有？周星驰演的《食神》，食神驾到，所以这一只鸡在今年蛮不错的哦，蛮不错的。然后这一只鸡哈，在农历的十二月份走偏硬，也就是说，他的想法异乎常人，有没有？跟常人想法不一样。 那在农历的正月份哦，正月份它是走正财。那个如果你要知道这个这个鸡农历十二月份可以看老师的袋子。我们今天重点是放在农历二零二零年农历的一月份，一月份的时候这个鸡是走正财哦。如果你是男生哦，你在农历的一月份很容易有桃花，很容易有桃花哦。注意哦，这个桃花是好的，不要怕，因为是正财。 八字的结构在跟你讲什么？正财、正官、正印、正财、正官、正印叫什么？三宝，对不对？不是什么牛三宝，什么三宝反而乱讲。正财、正官、正印叫三宝正的，偏了就不好了。偏印了偏官了偏财啦。 三观呐、啊，有没有那个就觉得阴阴的？那没有尖呐、啊？接着还好，鼻尖也怪怪的哈。再跟你讲，那如果你是男生的话，你的桃花都很好哈，你人运不错。如果你是女生哦，注意哦，这个属鸡的女生很奇怪，属鸡的女生如果不是旺夫，就是旺夫啊，听到没有？她不是对老公的事业有帮助，对男人的事业有帮助，就是。 每天期盼老公能够回家哈，所以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哈，命不一样哦。属鸡的就很奇怪，属鸡的小姐要注意哦。那你如何如何来旺夫？希就是说，我希望说能够帮助你的先生，这个很容易听好哈。属鸡的。 属鸡的，你的贵人方在东北方，你的贵人方在东北方哦，哈，东北方你要把它弄得非常非常的干净，吉祥颜色，吉祥颜色、喔，哈，是黄色哦、喔，黄色。好啦，再给你多个颜色，西南方也可以啦，都一样哦、喔，东北、西南都可以。然后吉祥颜色是黄色。如果你要求桃花的话，如果你是鸡男，新鸡男，你知道吗？新鸡男，如果是属鸡的男生，你的桃花在哪里？ 你这个鸡的桃花哈，在东方有没有？东方列宁格勒哈，在东方哦，听好，东方很重要哦。东方有一条龙哦，注、啊、意东方。那如果你是女生，你又属鸡的话，那你的桃花位在哪里？ 你的桃花位在南方一样哦，南方在南方一些地方，南方的地方弄干净，用粉红色百合来催旺你的桃花。听好，不要太贪心哦。我还是那一句话哦。听好，听好哈、哦，想要、需要跟不能要，听到没有？我们都需要一口饭，我们都想要两口饭，但是你不能要太多口饭哦，不，好，弱水三千，你取一瓢饮可以。 好啦，你食量比较大，两瓢。如果你这个食量特别大，三瓢，你不要全部瓢走哈、啊，那个不好啊，留一点给别人呢，懂不懂？孔子以前也讲过，有马借给别人骑。孔子讲的，有你找孔子哈。好，这个鸡讲了讲狗，这个狗吼，今年不错，走正财。也就是说，属狗的在二零二零年，他的事业不错，他的感情稳定，因为哈。 这个他是他的名字叫忠狗，一般人能够当狗不错，上辈子都还蛮忠心的，只是哈、哦，只是福报不得，你知道吗？人家说福慧要双修啊，什么叫福？什么叫会？你看有的人多才多艺，赚不了钱，那个是上辈子修慧没有修福，那有的人修福没有修会，惨叫你怎样叫钱啊？不会花钱有没有？随便弄就赚几百亿。 他、啊、每次都抽香烟，然后就吃米酒头，也不会享受生活。为什么他积了很多福报，可是不多书不念经？所以佛在跟我们讲，我们人要福跟慧要双修，有没有？你看很多那个名人，一辈子很落魄，有没有？那个什么类似那种古代的那个艺术家，有没有？反骨啊，活着的时候画都不值钱，一死掉画那么值钱，人生就这么吊诡，没有办法哈、哦，没有办法。好。 那么你是属狗的话，你在农历的七月走七煞，要小心哦。农历初一开始哦，你无论是开车、哦，走路都要小心。什么叫七煞？人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。走七煞运的人，代表不安定，容易碰到什么事。你容易碰到官司、车祸、口舌纠纷、是非。那为什么有的人他属狗？ 老师啊，他属狗，然后他要走七煞，为什么他没事？因为他是警察，因为他是军人，因为他是检检察官，因为他是法官，他是国安局，他是调查局，他是民意代表。如果你是这几种行业的人，不要怕七煞，因为七煞就是不安定。那我刚讲过，这几种工作人都是不安定，不安定当中才是他们的安定。警察找你的时候，人家都说。 顾客永远是对的，可是当警察、检察官找你的时候，可能你就错了。听好哦，哈，听好，这刚好这个逻辑有一点问题，有没有？我们常讲顾客永远是对的，但是警察找你的时候，顾客你就是错的，哈。好，那你七十的时要注意，男生哦，尤其男生要注意官非啦、破财，一定会破财哦，尤其过年要特别注意。那女生要注意什么？ 女生要注意那个艳遇跟情人，我已经讲过了。情人跟爱人不一样。什么叫艳遇？香艳刺激的遭遇叫艳遇。那平常的遭遇呢，叫做普通遇，<laughs> 普通遇，艳遇哈、哦。所以这个艳遇要小心哦。我已经跟你暗示了，艳遇加情人，也就是说这种感情。 如露水一般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好像《金刚经》讲的，有没有？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有没有？太阳一出来，大家都蒸发完了，所以刹那就是永恒。这个在讲这种关系。 所以，如果你是你是女生属狗的，要注意在农历的一月份，可能在感情这个区块你有收入。好，那讲讲属狗的，老师，属狗的贵人方在哪里？望望狗狗，这个家有中狗，中狗的望人方的贵人方在哪里？看哪、啊，在南方，吉祥颜色是红色。如果你是属狗的男生，属狗的男生，你的桃花位在北方。 颜色是黑色，不一样哦。不同的颜色，不同的的做法。如果你要贵人的话，如果你要贵人的话，哈。 你要贵人的话，颜色是不一样哦。好，听好，你要贵人的话南方。但是如果说你要桃花位，你是男生属狗的，属狗的哈，属狗,狗的，你要你的桃花位是北方哦，北方黑色的。那如果你是女生，你是女生属狗的，你的桃花位在东方，要分得很清楚哦。不同的方位，不同的颜色会导致不同的结果。一件事，有人讲是非，有人讲善恶，听好。 有人讲阴阳不一样的论述，所以不同的途径进去看相同是会导出不同的结果。哦，听好像道家，道家就是调和是非；佛法，它是没有是非；儒家、啊、是分辨是非啊，你注意看呐、啊。 佛法那个那个那个什么，儒家分辨是非啊，道家是调和，哎呀，没有对错嘛，笑一笑就好了，各退让一步。那佛法是根本没有是非，把你免除掉，因为所有的是非都是动静二相了然不生。好，再讲一讲，讲一讲属猪的最后一个，把它讲好来。属猪的啊，你在二零二零走的运非常好，叫劫财。什么叫劫财？首先这个劫财，我一直讲啊，劫财劫财，手上必有财啊，你没有财怎么劫法？ 所以劫财的人，你要知道，你今年有钱，马上把它瓜分掉，信贷、房贷、车贷缴一缴，听到没有？好，那你劫财的话，你在农历十二走正官，这个这个你的仕途、你的宦途一路平稳，到了农历的农历二零二零年的元月份，你走食神，听好哦，你这个食神，男生叫土秀，女生叫蟹秀。什么叫土秀？这是有阴阳根据，到底食神要土秀还是蟹秀？ 听好，如果你没有东西可以吐，你是一个草包，是一个脓包，不学无术，你就会口吐白沫。我有加个蛋叔，所以在农历的一月份，对你来讲是人生的转折点。你是要出将入相，位列三公，还是会成为一个上家之狗，众人喊打？听好，如果你有才华，叫做食神吐秀。 如果你没有才华，这个机会给你的，你会口吐白沫，然后四肢抽搐，然后悲鸣，然后死掉。这叫做口提疫的猪，切记。那如果你是女生的话，会看官。第一个为什么会看官？因为你条件不足。如果这个女生你条件足，叫做谢秀。什么叫谢？谢跟土不一样哦。土是直接、干脆、利落。 谢是委婉的、温柔的，让你的不祥之气化以吉祥，化以平和，这个差很多、哦。所以你到底是要抗官，还是要谢秀？端看你个人的内涵跟修养。你也可以抗官，抵抗他，代表你很屌、很拽，可以；代表你也 w 这个男生一样，你本来可以好好的土秀。 结果没有办法，你不学巫术，你就会口吐白沫、哦，所以在八字的结构当中，他讲的话微言大义，强跟弱，身强身弱就是看出你你的七个星数透露出什么讯息。八字的结构单纯，一个日主又再加上七个星数，可以看出你的外在的个性、内在的想法，可以看出你的事业。 婚姻、你的感情、你的男女、你的父母、你的兄弟、你的子女，还有你的财富，包括你的晚年，还有健康，只有七个星。你看八字就这么奥妙，没有太多星。八字今天来也是这八个字，哈、哦，四柱，明年来也是这样的东西，后年来一样。但是解释上，你看就要看老师的解盘功力哈、哦。那如果你是属猪的，你的贵人方在哪里？西方。 颜色是白色、金色都可以。那如果你是猪男，猪男，猪男、啊、如果你是猪的男生哈、哦，你是男生，老师啊，我要知道我的桃花位在哪里。猪男的桃花位在南方。如果你是猪女，你是猪女的话，你的桃花位在东北方。那东北方的吉祥颜色是黄色，不一样哦。记一次哈、哦，如果看不清楚，老师的袋子多看几遍哈、哦。我还是我还是那一句话啦，我还是那一句話，原则上我还是那一句话哈、哦。 这个风水之说，哈，你们听听就好，不要太太过度迷信。当然，你们在没有更好的选择之下，在没有更好的方法改善你的局部情况之下，这些你们可以听来用，听好。比如说，有人说适度的睡眠、充分的营养，哈，然后适度的运动可以让人身体健康。在你没有 没有特别的资源之下，你姑且听信这三件事：睡眠、吃饭、适度运动，就这样而已。那如果你有更好的形象，当然克制化的服务最精准。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，比如说老师常讲，属马的今年要倒大霉，十个属马的过来，就有那么五六个、五个一定出大事。但是有的人为什么就会没事，反而化主力为助力？因为每一只马的属性不一样啊。 每只马还有分金木水火土啊，那金木水火土还有分身强身弱啊，加起来有十种马，还有飞天马、战斗马、弩盾之马、三竹马，还有耕田的马，你怎么分？哦，当然不得分的时候，属马的明年一定要注意，因为子午冲冲得太严重了。属马听好哦，属马的明年哦，刚好是七岁啦，十九岁、三十一、四十三、五十五，你要特别的注意啊。 特别的注意，如果你是十三岁、二十五、三十七、四十九、六十，一样啊，很小心呐、啊。浮云浮云呐，泪盈盈，不使自己，使他人呐、啊、哈。注意听，那我们今天的代就讲到这里。喜欢的话，按赞、分享或加入订阅，OK。拜拜，拜拜，See。